帮你们送上第四道餐点。那这道主餐是我们的樱桃鸭，樱桃鸭上面的淋酱是自己主厨特调的。松板猪面线我们选用的是养生的红曲面线，那有搭配蔬菜跟杏鲍菇。烟烤鳝鱼上方撒上画盘的盐是芥末椒盐粉。这道是黄金蚬鸡汤，鸡汤的部分旁边搭配的是在地三坑的黄金蚬。那鸡汤颜色比较白是因为用全只鸡架子熬的，五目炊饭它的口感比较湿润是正常现象。那现在是从生米开始帮大家煮，里面五种配色的分别是红色的是红萝卜丝，灰色的牛蒡丝，以及黑白配色的是香菇丝还有金针菇红喜菇丝。